专门料理鸡翅的 Wingstop 于6月12日即将挂牌上市，股票代码为 WING， 其股票承销商分别为投行摩根士丹利、券商 Jeffrey 和 RW Bird。Wingstop 总流通股为2860万股，而这次挂牌呢，仅发行580万股。预计 IPO 股价在12到14美元之间，而募集的资金将在7450万美元。Wingstop 总流通股是2860万股，而这次挂牌上市呢，仅发行580万股。预计 IPO 股价将在12到14美元之间，而募集的资金约7540万美元。Wingstop 提供11种口味的鸡翅，比如说柠檬胡椒和木熏烧烤。其鸡翅分带骨和不带骨，有手切、油炸和其他特色。Wingstop 最吸引人的地方，除了料理鸡翅呢，还有超大份又划算的家庭装套餐。2014年，它的平均每餐餐费约15美元，而人均餐费是8美元左右。截止2015年4月呢 ，Wingstop 在美国37个州及另外的6个国家拥有745家门店，核心消费人群在18到35岁左右。截止2015年4月。其所有餐馆的97%是特许经营模式运营的，其公司为轻资产、高度特许经营权的运营机制，能产生大量的运营毛利，需要很少的资本支出，通过持续不断的免费现金流为股东创造价值。而这种模式的不利之处是潜在的利润流失和对餐馆的控制力的丧失。